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欢迎来到禅意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一路走来，七零后的我们跨入了五十五岁至七十岁的年龄，经历的风风雨雨，人生沉沉浮,浮浮，终于上岸了。往后余生，过波澜不惊的生活，看不好不坏的风景。可是，在变老的路上，难免会遇到病痛。 甚至有一些人六十岁都没有到就已经走了。从现实来看，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退休或者准备退休的状况，身体也还算硬朗。人生何其幸运，可以有这样的一段时光，短暂而又永恒。亦如愿退休是后半生最大的福气。有一个小故事说，画家傅凯只吃甘蔗，总是先吃甘蔗味。 然后吃甘蔗头。人们问他为何如此，他说：“这叫渐入佳境，把所有的苦都尝过了，接下来就会享受所有的甜。先苦后甜的人生才是对的。”半月谈曾经发文表示，从现在开始至未来十年间，我国将迎来史上最大退休潮，一些六零后、七零后群体持续进入退休生活，开启人生后半场。 很多人理直气壮地说，退休金都是自己缴纳的，是自己做出了贡献应该得到的回报。其实，不管你有没有贡献，都托了时代的福。你不要担心延迟退休，也不要考虑收入来源，生活还在继续，生活的费用也一直在流入口袋。也有一部分人生活在农村，无法退休，但是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比。 生活已经好很多了，和父母这一代人比较，吃过的苦就少很多了。二儿女长大是人生最大的期待。哲学家罗素说，家庭的基础无疑是父母对其新生儿女具有特殊的情感。当我们过了五十五岁之后，儿女差不多长大了，成家立业了。虽然有带孙子的烦恼，但是烦恼之中也有幸福的影子。 想起自己刚刚做父母的样子，真的很激动，忙着给孩子买吃的，想尽办法送孩子去上学，从村庄走向城市，从一无所知到天下皆知。等你长大了，我们就好了。这样的想法终于成真了。逢年过节，我们在家里做美食，等着儿孙回家尝一尝。家里有了，很火气，有了一句句祝福。 团圆饭见证了岁岁年年的成就，也有一些父母随着儿女漂泊，人在异乡，但是心仍旧是暖的。毕竟一家人在一起，就什么都不苦了。三，身体健康是家庭里最大的财富。在七十岁之前，大部分的老人都是健康的。广场舞、交谊舞、绘画、种花、钓鱼，我们想要做的事情都有时间去做。 相比那些八九十岁的老人，我们的生活质量高很多，病痛少，精神好，还能看一看风景。哲学大师斯宾塞说：“良好的健康状况和由之来的快乐情绪是幸福的最好资金。”人到中年，健康很贵，健康是自己的，也是你最爱的家人的。有了健康，才能陪伴孩子成长；有有了健康，才能陪伴爱人白首。 有了健康，才能陪伴父母到老。法国作家蒙田说过：“健康是自然所能给我们准备的最公平、最珍贵的礼物。”这世上有人替你开车，有人替你花钱，但没人替你生病。什么东西丢了都可以找回来，但是有一件东西丢了永远找不回来，那就是健康。健康的身体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。 失去了他，一切都只是空中楼阁。真的，不要唉声叹气，也不要担忧未来，好好享受当下就是最精明的安排。老人身体健康了，不仅仅自己少用医药费，还给儿女减少了很大的负担。健康是对家庭的责任。试想一下，老人生病了，一家人都在团团转，老人于心何忍呢？少了烦恼。 多了心灵的轻松，哪怕自己很穷，也会穷开心。你愁眉苦脸的样子是心病的改正。四百三十五老友是路上最好的缘分。张叔、吴叔、刘叔是多年的至交好友，三人还是小伙子时就一起进了化工厂，相识的四十载里没少互相帮衬。后来退休了，几个人也常常约着去郊区钓鱼。 逢年过节，家里总能收到吴婶儿做的腊肉香肠和刘叔自己打理的盆栽。有时母亲做了好菜，父亲总会拿出自己珍藏的好酒，一个电话就喊来了两个老伙计，三人就着小酒追忆往事。话匣子一打开，就忘了时间，回忆自己遇到的人，你会发现社交是件很快乐的事情。小时候，我们生活在大院里。 在村庄里，房子很小，条件简陋，但是随时可以串门。在自家待着，都能听到邻居家炒菜的声音，呲呲，一准是青菜倒入了油锅。韭菜炒蛋的味道从邻居家的窗户飘出来，又随风潜入了自己的家。随时都可以去邻居家吃顿饭，喝一杯酒，几个孩子在一起闹腾，不是手足，也情同手足。 过家家的游戏，很多人玩过，总期待自己是新娘子、新郎官儿。上学的同学有很多，虽然学校简陋，但是活力满满。走进社会，职场上的人难以深交，但总有那么几个人彼此要好，关键时候也能搭把手。现在退休了，遇到的人也有一大半要说再见了，或者再也见不到，没什么聚散随缘。 能留下来就是知己一般。五简单安稳是社会最大的恩德。看过了乌克兰战火纷飞的故事，我们就会明白，不经历动荡不安本就是一种幸福。最安稳的是我们的婚姻家庭。很多人经历了裸婚，带着两只老母鸡就能去提亲了。结婚之后，日子再苦，也没有谁提出离婚或者想过要离婚。 但是出于原配好的思想，就没有了行动。我们写的情书要经历好几天才会抵达对方的手里，盼望着回信是无尽的思念。就连通讯方式都那么安稳、简单、朴素，是我们最好的家风。很多人都穿过打补丁的衣服，一件衣服老大穿了，老二穿，缝缝补补又三年。 抠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一辈子的习惯，哪怕每个月都有钱，也会想着存钱。时代在巨变，我们却始终稳步前行，享受安稳的生活才跟。才根，谭有言：交友须带三分侠气，做人要存一点素心。生而为人，当怀一颗素心，独立于喧嚣尘世。《儒林外史》第一回中开篇便说：人生富贵。 功名是身外之物，但世人一见了功名，便舍着性命去求他。但其中的王冕却是个例外。元末诗人王冕一向隐逸洒脱，他一心逃避官场，坚守素心。知道知县要前来拜访王冕，便早早出门躲避。战乱之时，他为朱元璋出谋划策，却在天下平定后悄然隐退。 为想君主讨求一官半，甚至他看得很通透，继续选择三尺素衣，做一介平民，潇洒快乐的生活着。素心之人，宁静致远，能以平常之思、平静之心对待人生，能够看淡浮名功利，不为虚荣吹捧所求。在纷繁遍地的世道中，只有怀揣素心的人，才能看透事物。 领悟真理，以成熟理性的风范处事，以豁达睿智的风格做人，坚守一颗简朴恬静的心，其实就拥有了最富足的人生。持一颗素心，方是为人之本。时光催人老，白发悄然生。如果你愿意，退休就是人生的起点，而不是终点。只要热情还在，心存温暖，芳华就会停留在生命里。 席慕容说：“时间老人也有，有着高超惊人的手艺，喜欢在人身上留下他的杰作。回头看，流逝的是方法，留下的是方向。”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